杂耍棒的表演方式与杂耍球的表演方式相同。首先抛起一根杂耍棒，在空中转一圈，然后接住。握杂耍棒的时候要握住把手的中间，不能太低，也不能太高。杂耍棒应该和手臂沿成一线，不能断开。用手臂的力量将杂耍棒抛起，然后用手掌接住。左手也使用同样的方式练习。你也可以让杂耍棒在空中多转几圈，抛的时候依然注意手臂发力。现在把杂耍棒从一只手抛到另一只手，方法和抛球时一样。在超过肚脐高度的位置将杂耍棒抛出，让杂耍棒转一圈自然落在另一只手中，然后重复这个步骤。在接的时候，手臂要保持不动，不要移动手臂去接杂耍棒。在抛出的时候，要施加足够的力，并控制好角度。让杂耍棒能够在正确的时机落在正确的位置。不要让杂耍棒的位置过于靠前或靠后。